我爸是养蜜蜂的，几万只蜜蜂。他把公司底下好几万名员工。我之前在公司是按水管的。他在公司当主管的。我妈是干保洁的。他妈都开保时捷的。我现在在北京送快递。他在北京有快递。我刚从缅甸回来。他是个海归总裁。今后准备去印度打螺丝。公司都开到俄罗斯了。我现在起码200多斤吧。他为人很稳重的。我离过婚，还离过2次的。他胆子很大的。拿得起放得下。我瞎了一只眼，只剩一只眼能看到。他一眼就相中你了，非你不娶了。 One man, some can play J-game, that's it.